拜佛、供养、听闻佛法，都要把这个功德力量布施给所有众生，好不好啊？你布施给所有众生，你得到更多啊。所以合掌乐算代表十种愿望。普贤十大愿望中，第四愿为忏悔业障，衍生为忏悔法门。修持忏悔法门，能够名扬两利。普贤菩萨为教导众生勤修忏悔，特别送出一偈：我昔所造诸恶业，皆由无始贪嗔痴，从身语意之所生，一切我今皆忏悔。普贤菩萨所送出的忏悔偈，是忏仪的中心思想，透过礼忏的方式，让众人忏悔罪业，教导人们从心地上用功，让身心清净，善愿充满。这也成为佛门日常客诵中的常诵偈语。我今天为各位举普贤菩萨忏悔大经济，这个代表福利加持，普贤菩萨的愿力啊，忏悔业障，然后我们虔诚的忏悔。如等听我之言音，心想忏悔经济之义理，要想的好恐怖啊！我这辈子如果没有修行忏悔，我搞不好会下地狱啊，受无量的苦啊！这些都是因为我的贪嗔痴、身口意造业，所以我一定要消除贪嗔痴，忏悔业障。身口意多做善事，不敢再犯了错误了，决心发誓改往修来，过去的不要再造了，还忏悔，未来好好修善业啊。过去你骂过爸爸妈妈，现在多讲好话啊。过去你毁谤过经典，现在多印经典。过去你杀生吃肉，现在多放生，要改往修来，更勿再做诸恶。好，各位养成一个习惯，只要碰到一点点的障碍，不要怪别人，自己虔诚忏悔，业障消除了，障碍啊病苦就能够减低。普贤菩萨谨重记云：世日已过，命亦随减，如少水鱼，斯有何乐？大众当勤精进，如旧头然，但念无常，慎勿放逸。普贤菩萨谨重记也是佛门晚课内容之一，祖师大德将它编入佛门日课的用意，主要是在提醒修行者每天都要警觉无常迅速，期许效法普贤菩萨的精神，努力修行，切莫放逸。华严海会诸大菩萨欲成就佛之功德，皆需勤修普贤菩萨十种广大行愿。因为普贤行的特色心量无比的广大，愿愿都是净虚空遍法界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没有界限，没有彼此，没有人我，自然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因此华严经中说，普贤为长子，文殊为庶男，说明佛法特重实践，应将所学所解完全落实于日用平常中，这才是真正的佛弟子。而寺院早晚课中常唱诵的普贤十大愿和
普贤菩萨谨重记，一集在于提醒佛教徒应当弘扬普贤菩萨的恒愿法门，并且警觉到生命一天天流逝，当醒悟无常迅速的可惧，因而警惕自己更加地努力修行，用功办道，精进不懈，切莫放逸。为纪念普贤菩萨，我们应当效法菩萨的广大行愿，愿让一切众生也能蒙受正法，引导众生深信发愿，进而勤勉修行，最后一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，同登彼岸。即如华严经末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显示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即是普贤十愿的圆满境地。打开生命电视台，梵音妙语时时闻，菩提花朵处处开，弘扬佛陀众善法，慈悲喜舍乐开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生命电视台是世界性的生命大道场，弘扬佛陀所有正法，放生、护生、吃素、念佛、诵经、持咒，帮助贫穷、造佛像、造佛塔，各种正法的国际世界大道场。所以希望你也来参与，也更期望你来护持，让这个国际世界大道场能够弘扬佛陀正法，能够帮助更多的众生。更感恩各位不断的护持跟关心，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今仔日洗手阿伯，我是江坤俊医师。对抗病毒，洗手是上有效的方式哦。一般来讲，洗手会使分沙文洗手甲酒精打洗手。我会建议大家尽量使用沙文洗手，因为这是一个安全、有效又袂过敏的方法哦。伊会使甲你手顶头的病毒拢洗哦，足清气的。
虽然酒精打洗手也有不错的效果，但是一般来说，是在你旁边没有水的时候，我才建议你使用酒精打洗手。洗完洗手也是比酒精打洗手更加有效，更加安全哦。另外，次氯酸水一般我是拿来洗头顶、露头膏，千万不能拿来洗手哦。往生助念可以多去几次吗？多去几次是攀缘吗？不是啊，那当然无所谓啊。但是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啊。但是也不能太酷。我们的助念只有一次哦，不能超过第二次哦。别傻，总要多啊，看一下下几流拒收哦，就酷哎。人家另外几种摆位，非本中心排位拒收，当然要收，怎么拒收？你太不慈悲了吧？你劝化他可以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写来要超度，那我们就给你收了嘛。那劝化你说啊，最好用这个最好。但是你那边写整叠没关系，反正给你啃一笔嘛。因为那种大张的，他拍打一块嘛。但是如果严格拒收就不好了。所以我都在往生跑去看到我给站上，赶快立起来，就是民主的。那么拒收。佛教里面不喜欢把负面的给别人看，为什么归根回系来的都是正面的？这来的呢，这个拒收啊，就拍看啊。你要写正面的，尽量不要讲负面的。希望大家把握这个原则啊。所以给人贵宾呢，绝对不是攀缘。不过我有一个建议，对往生的人还能关心，对外人更该关心。对外人，你得该劝化。信任够，从外村来去做两，我一定炸地藏本愿经的漫画书去，还个法句经，我那时候印很多。然后呢，一本地藏经可以，这漫画哟，这就好看哟。反正你都要念到奥金藏菩提记的疯狂啊。然后你要去劝化他，度他，然后来讲假寿是更加好哦，等等。各位今麦各位要演讲啊，要修来修较济，参一寡物件都修。你往阿放，往阿放，所以我去做念暖暖，一人放一杯水，一人一杯米，好，那向外口念哦，时时咯，来，大家去扛安尼，布施哦，高魂压贵哦，回向往生者，佛教就是这个意思嘛，放蒙山，回向给亡者，功德最大，还记得替你点灯哦，那各位现在都会了，会做上供下施，给你搞。